正确吃苹果，防癌稳血压，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苹果。许多人习惯将皮削掉再食用，不过营养师表示，苹果皮还有多酚类、类黄酮、三萜类、维生素 A、C 以及膳食纤维，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。连皮一起吃得到的营养更多。台湾营养师厉月慧表示，水果的营养都在皮里，但皮的口感不好入口，大部分人会选择削皮吃。进一步指出，苹果皮中的多酚含量是果肉的六倍。研究显示，多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、冠状动脉整体死亡率与血栓性中风的风险。厉月慧接着列出苹果皮五大营养与好处。第一，多酚类，苹果皮含有花青素、原花青素及类黄酮，这些抗氧化物能中和自由基引起的氧化损伤，抗发炎，预防发炎性肠道疾病，维护肠道黏膜。第二，类黄酮，丰富类黄酮仅存在于果皮中，能抑制血管收缩素转化酶 ACE， 有助于维持人体正常血压，具抗过敏发炎，降低气喘发病，改善关节炎。第三，三萜类，苹果皮含二 α 羟基熊果酸，为三萜类化合物，具抗肿瘤作用，能预防癌症。研究指出，苹果摄取量与肺癌发生几率成反比。第四，维生素 A 有助于黏膜健康，维生素 C 可促进免疫细胞成熟分化，帮助抗体生成，提升身体防护力，预防病毒入侵。第五，膳食纤维能降低胆固醇，稳定血糖，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。健康生活编辑部。谢谢收看。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。请订阅、点赞及转传。